跟阿布一样皮耶。阿布，不想不想吗？果然有个露天的勇猛。好嘞，这不行哎。阿布要看医生回诊，需要这个袋子。你在里面有点困扰，你这么喜欢这个袋子哦，你太可爱了啦，我嘞。但你小时候跟阿布一样皮耶，现在也很皮。来借一下，借一下，谢谢，拜拜。阿布，看医生啊。阿布，回诊了，回诊了。不想回诊吗？哦，很厉害。打下去等他去了啊？为什么？只要见我们家的猫咪都会跟姐姐妈妈他们比较好。乖呀、啊，太乖了吧？然后这边从下面经过。哦，好，刚刚好，哦，好棒！我跟你讲，第一次穿的时候，站不稳，穿了。超棒的，好，然后来，然后来，你要进来吗？进来，好进来，新的袋子哦，进来。哎，天天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进去，进去，加油，很努力。进去，进去。哎呀，又倒了，又倒了，晕了，晕了。他可能也有点站不稳。努力钻，努力的钻。进去，看医生了。然后，看医生啊。还在适应当中。进去吧，进去。进去吧。你先让他学会走吧，他在两边走都走不了。时间紧急啊！哎，哎呦，他还要爬进去，果然有个露天的勇猛。进去了，来，进去进去，加油！努力努力努力，哎，努力努力！努力努力努力超棒的，超棒的啦！啊，超棒的，超可爱的，哇，好棒啊、哦！哎呀哎呀，里面还蛮宽敞的啊，对他现在来讲，嗯，超棒的哦。我俩都喜欢在里面。第一层保护，第一层，然后这个是。第二层，然后这个是最后一层，第三层，哇，然后好棒哦，超轻的，但是一年后会不会是这么轻就不知道，嗯，超棒的啦，好可爱啊，对，我们去兜风了哦，来了来了，我爱你妈妈。阿呼，乖哦，哈，没事，搁这边哦，阿呼，这个优点就是，阿呼这边啦。可以放，比较方便的看他。这里啦，哦，很乖呀、哦，阿呼，哟，偷看偷看，阿呼，偷看，咦，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棒？哦，出来出来了。这个是不是很棒啊？啊、哦，超棒的，你看都不会叫了哈、哦。有人陪就不叫了。撒娇呢，撒娇。好可爱。阿呼，很乖哟。他有人陪就不会乱叫哈、哦。阿呼。你就是一个撒娇猫啦，撒娇猫在这里也想上肩，也可以啊、哦、太可爱了，真的不怕了，阿呼乖哟，就进去了，乖哟，里面好宽敞的啦，那如果是大头的话，进去可能塞满了，呼吸好像可能是稍微一点点杂，呼吸道问题已经没那么的严重了，他眼药水好，呼吸鼻管不用了，哎呀，已经很漂亮了。